你呢？上镜头来。我上什么镜头啊？我滴，你都不知道啊！这不是人多就能什么的。我可是。你看，你一个人，这两个人能干，不能有三个人的。把那纸码齐一点啊！我那是一流的导演呢，知道吧？你这叫摄像，这哪是导演呢？我这可不得了，知道吧？一流的摄影。对了，知道我们国家几个大导演吗？反正上边那个是。他那个摄影师是吧？非别人不请，非得等我，等我的档期到了，然后他才能开机。所以我能拍的好，对吧？他导演的导的再好，他们拍的模糊，我拍的清晰。你还自录一段，你还。自录一段。那他妈你卖机器干嘛？你不去当导演去？啊？你卖机器赚钱。我现在开始导机器了。